2020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拿下38枚金牌，排名第二，与冠军美国队只差一枚金牌之分。时隔仅仅半年，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更让北京成为全球唯一举办过夏季以及冬季奥运的双奥之城，让中国成了体坛焦点。这一切只是中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开始，真正的目标是在2035年让14亿中国人通通动起来，把中国打造成体育强国。无论是在农村做瑜伽，在公园搭建高科技健身房，或鼓励肥胖青年减肥，中国各地正以创新的手法带动全中国一起做运动。中国景点，在新加坡，随便在邻里走一圈，便会看到一些备有简单运动器材的乐龄健身区，但这些设置基本上是定格的，无法符合各年龄层以及体质的需求。而在中国，类似这样的老年运动区正在进行数码化的改革，从测量身高、体重到测试用户的反应时间以及握力，像这样的智能运动区已经遍布深圳的公园，逐渐向中国各地扩展。测试完毕之后，智能健身亭还能向用户建议适合自己的运动器材、锻炼强度，以及连接 APP 与用户分享体质报告，相等于拥有自己的私人教练。类似这样的发展被纳入中国2021至2025之间对体育发展的五年计划当中。在这项计划下，中国官方还打算新建或扩建超过2000个体育公园和场馆，针对农民、残疾人士等特定群体开展健身活动，以及针对青少年近视以及肥胖问题进行体育干预，迈向2035成为体育强国的目标。这目标当然不只是为了金牌那么简单，背后还有着更重要的目的。体育不单是团结人民的利器，也是强身健体的最佳补品。60年代的中国，上千万人因饥荒丧命，到了2022年，丰衣足食的中国却又面对另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肥胖。2020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过半成人超重，不少从年少便开始，部分由父母造成。而由肥胖引发的并发症，如心脏病、中风等等，将加重中国的医疗负担。运动不但以低成本解决问题，同时还能刺激经济发展。随着全民健身概念落实，不少如智能跳绳、健身镜等等的新型运动产品也纷纷诞生，带动更蓬勃的体育经济。中国官方也定下目标，让体育产业在2025年达到50000亿元的规模，创造双赢的局面。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以及补教业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家长对体育的热忱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不少中国父母为孩子们报上了各式各样的体育课，填补非学科类培训的市场空缺。体育老师们更在水涨船高的情况下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一周教个6天左右，工资可达到4000至6000新币那么多。同时，在许多公立学校，体育老师也成了稀缺的资源。有些学校正面对2600个学生配对2位老师的现实，因此也开始聘请起一些家长以及校友来填补空缺。如同中国，新加坡人的肥胖问题，特别在疫情期间也有增长的趋势，已达到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就算我们不是什么体育强国啦，但捏捏小腹，也知道是时候运动啦。